大的位置来说一下你这边的。这边你看大概地形比较大嘛。先顶住，滑行。下下下下，放下放下放下。放下这不是你了啊？我知道了，我也没了解一道山那几个。那我输了，我他妈的一道山。这个这边没的，俺们倒闭，巨远，这都是晓得干搞的。我那时候打的特别老没打的，是啊，我都老没打的。等着14.20的行动节奏，现在我们车子没了啊！这是行动节奏，这就是。